明年假台铁搭车人潮多，没想到有民众4号下午1点多搭上从丰原往南行驶的区间列车，当时车上乘客很多，却直接一名女子拿包包占位子，有乘客请她让出位子，却惨遭彪骂。干没有错，小心请搞错的。啊啦，担心你搭呀？你别领谁？是你的位置啊？你别领谁？来去扯。小姐，你一个人坐两个位置。你刚刚来不领谁？你得问伊啦。是你的位置，你叫警察。是你的位置吗？不行了，叫警察来啊！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来扯，怎么样？啊，我来问你一下。阿妈，我是华大，华大，我下拜。民进党的，你错人就不来了，你去不动？更惨。女子不仅狂飙脏话，甚至还不断强调自己的政党倾向，穿着鞋子还一脚跨踩在椅垫上，整个离谱行径全被一旁民众拍下来。连珠炮似的不断狂飙将近5分多钟，最后在太原站下车，尽管一度朝其他乘客作势要出手攻击，所幸没有真的发生肢体冲突，可以紧急按车厢内的对讲机通报列车人员前来处理，避免衍生不必要冲突。